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显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各遣侍者问询世尊。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矣。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集到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夜摩天、斗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首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涉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汝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者，汝知数否？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吾以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声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
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兴谤。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其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日有佛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横如来，使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使狮子奋训具足万横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已是于彼佛前立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日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素服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常请三宝。世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终，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使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供具，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素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容，倍生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弃者圣女，勿至悲哀，我今是乳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知母生界。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苏，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早反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
尽赴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相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复自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起手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永沸？多诸罪人及以恶兽？”无毒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经49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德，就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海东10万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倍死。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倍。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毒无量；次有1000，以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设获赞信，玄又不净，死虽日浅，未知生处。”无毒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具婆罗门种，父号施罗善现，母号月地利。”无毒合掌起菩萨曰：“愿圣者确凡本处，无至忧异悲恋。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3日，云城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不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同生气。”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室；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室。”分身集会品第二。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以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3藐3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各获果证。
气质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尔时世尊梳金色髀，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吾于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上恶习在，无意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景仰，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景，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吾在刀立天宫殷勤付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施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是获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见度脱，使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白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住如喜，如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疆壁，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亦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切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恶趣。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粗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尔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阎浮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侵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滋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
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重白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1000，名字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其城纯铁，高1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其狱周匝18000里，狱墙高1000里，西是铁围，上火彻下，下火彻上，铁蛇铁狗吐火持烛，狱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又诸罪人备受重苦，1000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负铜爪，脱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空翻阶，或至床上。复有铁鹰胆罪人目，复有铁蛇脚罪人颈，百指节内膝下掌钉，拔舌根离，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业感如是。动经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自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事如是。有五事业感，故称无间。何等为五？一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三者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墨俱凿，错啄或汤，铁网铁绳，铁驴铁马，笙歌落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渴饮铁汁，从年尽节，数纳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出入时至1000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白圣母言：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愁忧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1000万亿世界，分世身形，就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覆主，指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时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尘劫，迷惑障难，如鱼有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网，
已是等辈，无当忧念。汝既避世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虑。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因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义济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事；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事。复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赐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设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唯好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滋情食啖，计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罗汉悯之，未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见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当生汝家，才觉饥寒，即当演说。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起手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是汝母，久处暗冥，自别汝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汝有何计，令吾脱免？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白婢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奈，已是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婢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百难尽。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
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及之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发誓愿以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观汝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生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竭，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时，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至心归敬及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是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以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岂至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慈悯此世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却割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聋残报；若遇牵令者，说所求违愿报；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咽病报；若遇田猎滋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遇悖逆父母者，说天地宰杀报；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
说反生鞭挞现受报，若欲亡补生除者，说骨肉分离报，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阴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若欲污犯污僧者，说永在畜生报，若欲汤火斩灼伤生者，说轮回地常报，若欲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绝报，若欲无我功高者，说卑使下贱报，若欲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欲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仅粗略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期。是故汝等护人护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赞：如来慈悯转大法轮，婆罗门女救慈亲，觉华度迷津，摩耶夫人请问地藏音。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地狱名号品第五。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加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仞，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耕蛇，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蛋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更有叫唤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鹰地狱、巨牙地狱、包皮地狱、银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附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者皆是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
纤毫受之，父子至亲歧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停誓言。普贤答言：吾以久之三恶道报，往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使令归佛。地藏白言：忍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沸煮罪人身，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纯非吉离，或有地狱多攒火枪，或有地狱围撞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骡。忍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忍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吾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说是语已，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沾一礼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雕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增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像前至心瞻礼十顷之间，使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
宰辅大幸，大长者女，端正寿生，诸相圆满，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福如是。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像前作诸祭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折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横。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齿笑，或被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讥毁者，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机会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艳媚，供鬼神游，日月岁深，转赴汪寨，年终叫苦，凄惨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俗眼，不便世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或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舍宅，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某甲等为是病人对经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三白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时分散至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世人命终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牲畜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汝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形，或悲或涕，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救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普广，如以神力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像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叉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其
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使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福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滋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于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读释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害，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